如果生命只剩五年，你会如何度过？如果疾病无药可治，你会如何自救？从商界精英到渐冻症患者，蔡磊怎样开启自己的逆天之旅？深陷泥沼，向阳生长，读书与您分享，相信。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如果有一天您突然被诊断为患了罕见的绝症，无药可治，无医可救，生命最多只有五年，您的第一反应会是什么？是绝望、痛苦、躺平，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寻医问药，或者抓住最后的时光尽情享乐？有这样一个人，他在这样残酷的事实面前做出了全然不同的，甚至有些近乎疯狂的选择。他决定投入个人全部的力量，要攻克这种不治之症，研发出有效的药物。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要做出如此疯狂的决定呢？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共同读这样的一本书，相信。这是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书的作者就是故事的主人公蔡磊。2019年9月30日，在别人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长假长舒一口气的时候，41岁的京东集团财务副总裁蔡磊却接到了他命运的判决书。他被确诊为渐冻症，生存期最多五年。人生的鼎盛之年突然面对死亡，蔡磊在焦虑和恐惧中开始考虑剩下的日子该怎么过，是接受命运安排顺其自然，还是不停地去寻找活命的方法。他从小刻苦努力，学业优秀，工作后更是以玩命著称的，别人10个月干的活，他带着团队用45天完成。一个连电梯都不能等的人，怎么能够什么也不做就这样等着死亡呢？住院1个月，接触了许多的渐冻症病友之后，蔡磊做出了他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决定。我们来看书。相比于这些病友，起码现在我的身体状况要强不少，我还能正常行动，还有2-3年时间可以支配。而且坦诚地说，在调动社会资源方面我也更有优势，这大概就是上天要交给我的使命。他仿佛在说，蔡磊，这个病很残酷，所有病人都无比绝望，你还有点能力，愿不愿意为这个病的救治做点什么？毫无疑问，我愿意。当生命进入倒计时，蔡磊决定向渐冻症宣战。要知道，渐冻症被发现距今已有近200年的时间，但世界唯一的口服药物利如泰也只能延长患者生命2到3个月。而蔡磊此前与医药行业毫无关系，要凭他一个患者的一己之力研制出攻克渐冻症这样的绝症的药物，这个决定实在是太疯狂了吧。许多人都认为他这样做无异于是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但蔡磊一刻也没有停留，一分钟也没有犹豫，一腔孤勇投入了战斗。互联网的从业经历啊，让蔡磊首先从患者的大数据科研平台开始。这个平台既是对患者患病信息的数据集合，也是连接患者、医生、医院、科研机构的一个信息库。从设计问卷到说服人提供信息，蔡磊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搭建出了渐冻症的数据平台——渐愈互助之家。
大家不要小看这个数据平台呀，这是专业的互联网医疗企业花了7-8年时间都没有能够完成的事。健愈互助之家现在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民间渐冻症患者科研数据库，这也是攻克渐冻症最坚实的基础。接下来蔡磊就开始八方拜访专家，确定研发的方向，并很快做出了同时启动20条药物研发的管线，融资10亿推进研发方案。就在他做着这一切的时候，病情也在持续进展，病魔开始在他的身上显露狰狞的面目。书中写道，2020年初，我的左手拇指已经完全抬不起来，其他4根手指也难以并拢，而右臂也开始出现1年多前左臂的那种持续肉跳。但是蔡磊顾不得自己的身体，为了早日推进渐冻症药物的研发，筹到足够的资金进行研究，蔡磊给自己安排了极高密度的高强度的工作内容，到处拜访投资人，准备演讲方案，筹划投资内容。但是在他一系列的努力之后，面对渐冻症研发药物慢慢的看不见尽头的长路，投资人都犹豫了。而一些愿意投资的企业家，蔡磊又担心因为对方没有相关的投资经验，抱有过高期待，也婉拒了。整整1年多时间，融资毫无进展。而对于蔡磊而言，时间那就是死神迫近的脚步啊，付出了这么多，自己却可能等不到药物研制出来，一腔的热血却无法付诸实践。在许多人的眼里，蔡磊要凭个人的力量研发出渐冻症的药物，无异于螳臂当车。尤其当一直是自己后盾的夫人看到蔡磊殚精竭虑，不顾身体也劝他放弃的时候，蔡磊真的有些绷不住了。他在书中这样写道，不可能成这句话我听投资人讲过，朋友讲过，病友讲过，员工讲过，但很少从夫人嘴里说出。那一秒钟，我的心里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凉。原来大家都不相信，原来那个一次次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在众人眼里不一定是勇士，也可能是个荒诞的小丑。但蔡磊就是蔡磊，曾经以石头为网名的蔡磊，想要让自己成为孙悟空，即使在五行山下被压了500年，依然不服输，依然能石破天惊，打个天翻地覆。片刻的脆弱之后，他就像拳击比赛中被打倒的拳手，在裁判倒数10秒的时间内站了起来，继续打下一个回合。今天呢，我们也特地邀请到了蔡磊，请他来分享写作这本书的初衷。大家好，我是蔡磊，是一名渐冻症的患者，也是抗争者。这4年来，看到了太多生死离别、人间冷暖、悲欢离合，温情感动。整个过程中，不是因为有希望才去努力，而是因为努力才看到了希望。通过这本书，希望给大家传递一些力量和启发，希望每一位遭遇困难乃至绝望的人都能够坚强面对，创造奇迹，也给我的孩子的成长留下一些宝贵的人生经验。蔡磊，他亲身体会了绝望的过程，更加明白希望的珍贵。4年的时间，他的身体如预料般每况愈下，但是他所做的事情却被专业人士认为是以一己之力将全世界研发渐冻症药物的时间至少提前了10年。让我们向蔡磊祝福并致敬，加油。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共读蔡磊所写的《相信》，咱们明天再会。